运动员你形成什么样的技术风格，实际上是跟自己的条件有很大的，非常精彩。陈龙反击，今天还是防守到了，哇，陈龙挡网，还是接着挡，放网，今天现在看起来他这个之前的抽筋球出界的概率并不，因为刚才第一局还是内维尔先胜了，现在已经换人了，假动作的放网，陈龙面部高度的一个挡网还是过去了，是比较大的，陈龙踢金平这个球实际上是没有界内，我们印尼小将陈龙那个搓球的技术非常的细腻，但是要给来到了14-0，这种快节奏的追分也带来了现场气氛上的一个小高潮，还有一分的领先，也是刚刚追回来一分，又是一个强网控制一下，给自己所以这个羽毛球运动员你形成什么样的技术风格，实际上是跟自己的条件有很大的关系的，车放网半场，今天又是要进攻，防守第一拍，下拍非常高，陈龙的假动作扑网，陈龙这种选手啊，他要打落点的话呢，就是他在这个对角线杀追身，每次追身都还是杀得不够重，所以陈龙都接起来了，不敢轻易的打，陈龙的反击连贯到前场，头顶下压，非常精彩，特别的突然，这是一个变速的杀球，然后对角线上面啊拼进，搓放网，头顶拉起来，
想再扳回比分的话呢，一定要做好打一场持久战的准备。接发球的假动作，陈龙的这个。陈龙在今年也是团体冠军的主力成员，这样在他的职业履历当中呢，是有两枚亚运会的金牌，特别是这个2010年广州亚运会的团体。陈龙比较忌惮往前的这个领域，现在也让给了对手。陈龙反击，好球！漂亮！有这么大的优势，我想他的这个心理上面不会有任何的波动。用假动作的放网，快速的连贯到往前。慢了。